七天没有吃淡水。过来呀，别了过来！哇，这个真屌哎！虽然是我们是对手，但是你们的存在给我更大的动力。我也不想输给你们，我相信你们是都不会想要输给我。开心！欢迎收看《梦到 TV》。大家早安！九天后有比赛啊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，还有吃三顿的外企，而且是两顿是13玩家，但是跟这个备赛有一点矛盾。但是呢，我的工作就是让观众欢乐跟快乐，所以就是要介绍吃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在跟我讲说现在吃的汤粉是很不够，其实我吃了150公克，我自己个人觉得够，但是他跟我讲说，因为我现在热量已经低了，所以吃多一点，所以我今天早上吃了希腊优格加上我代言的高蛋白芋头口味的两包，所以里面有快60公克的蛋白质，我吃完就出门了。现在要进入二分之一强，现在要喝这个。其实，对了，那个像那个零卡的可乐什么都是大家说对身体不好啊，怎样怎样，其实真的还好。那主要的是味道好喝。然后就是让自己心情好一点，不然，等一下上节目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我的工作，我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自己备赛啊，干嘛干嘛，都不想影响到我的工作，就是工作是第一。录完二分之一前，两期开会，做好运动，然后今天，这是什么啊？早上吃优格结束之后，我又吃两个茶叶蛋，然后。生意凤的便当的鸡腿，因为我现在可以吃油，然后鸡腿大概总共250公克的鸡肉吧，差不多，然后40公克摄取40公克的蛋白质，然后早上60嘛100，然后下午吃大概250的虾子，因为那个不吃淀粉，所以血管都不健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已经有经验。我相信，那个重弹的那一天，我的节目都血管都上来，而且现在 PC 应该剩下没有死吧？那就比赛应该那一天我可以88左右，那脱水两公斤。然后今天最后一餐牛肉，大概200公克，然后120的。鲑鱼那240、180多少？420，对，420。但是呢，这个等一下跟我的室友他也要比赛，我们吃一半一半，所以200公克的蛋白质啊，200公克嘛，所以大概40公克的蛋白质。所以我今天摄取的大概总共加起来快180公克的蛋白质啊，又是不到200，但是我极限了。Jack， 我尽量 ，Jack 真的我尽量。但是真的今天也吃不到，然后如果吃了之后有喝高蛋白的话，我一定会吐。OK， 所以今天吃完这个就休息喽。那先做 cooking。鲑鱼，不对，要小心哦。鲑鱼要久一点，然后这个，每天吃这些。虽然很辛苦了，不知道怎么讲，我吃了应该上个月吧，牛排、鸡胸、鲑鱼、虾子，现在三国志外企，大家在这边放点，耶，吃饭喽，抽到边玩就抽到100%。现在我们休息的时间，现在你要吃这个便当，今天刚好没有淀粉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耶。虽然有些炸的这些东西不能吃，可以帮我拿一个白饭吗？虾子啊，还有肉啊，对，都可以吃。好，等一下就开动喽，谢谢制作单位。现在我们在休息中。好，快27公克的蛋白质，两包就50公克的蛋白质，热量是280公克，所以可以补充一下蛋白质。今天是草莓口味。现在刚完外景结束，现在来到健身房，
真的很累，但是这个就是我的工作，我自己选择的。基本上我练腿是最后一天，因为为什么还要练腿，是要让身体的代谢会好。但是今天练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好多人，等一下做 rep car， 然后应该做 squat， 应该十组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组。那现在呢，我是时尚玩家的外景节目，然后你看这些工作人员，他们都吃得很开心，吃得很开心。这边有寿司，还有那是什么炸的寿司吗？哎，都很好吃。我们上梦多 TV 了、我们上梦多 TV 的吗？不会，是梦多 TV 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、欸欸欸，你们都三电视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你们好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三电视了，三电视了。嘿、欸，梦多 TV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耶耶耶。梦多，你在电视上看起来比较胖哎、欸，看起来也比较脏，跟比较色。这个人很棒吧？嘿，就是我的伙伴八宇。反正呢，我今天要吃。哎、欸，今天是几个餐厅啊？三个，十个，三个吧，三个，十个，而且有十个里面有七家都是喝酒的。所以今天我怎么忍耐，就是靠意志力。然后每天现在开始7000cc 到8000cc 的水，然后今天不能喝啤酒，剩下三天就开始可以吃很多碳水，所以我再忍耐一下吧。下班之后要喝一杯耶！ Yeah! Yeah!梦多 TV， 你们好烦啊！不用来了，我差不多 TV 了。哎、欸，恭喜恭喜！他们都在喝啤酒，但是呢，我要备赛，我喝乌龙茶。山洞里乌龙茶。这名是什么？啊，山洞里的乌龙茶。对，新口味，有点那个酒精的味道。恭喜恭喜，以上梦多 TV 了，谢谢谢谢，你们很棒哦。发达了，我们发达了。对 对， 對，明天开始说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跟梦多很熟？哦、对不 對， 对？今天是那个 carb deplete， 就是你几乎都没有碳水的最后一天。然后虽然节目有吃一点点的，但是也还好。然后这个是最后的晚餐，我今天是礼拜三的晚餐。然后明天，起来大概十点多就开始吃很多糖水。然后这个是牛肉的大腿的火腿，非常优秀，100克里面它的脂肪不到5克，然后蛋白快18-19，跟鸡胸肉差不多，然后味道非常棒。然后是 Costco 买的，然后就是番茄末，没有热量的番茄末一点点，这样。不如大好吃，肚子好饿，饿到睡不着。然后我这个一个礼拜，每天都会睡2小时起来一次，肚子太饿了。然后呢，今天从大概10点开始可以吃葱汤，很非常的期待，期待到睡不着。我相信就是每个选手都是一样，辛苦你们了，也谢谢你们，因为你们虽然是我们是对手，但是你们的存在给我更大的动力，我也不想输给你们，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想要输给我。环境还有的工作内容，我没有办法100%的为了这个比赛准备，但是我至少没有后悔，至少 每天有进步。我身体有没有干，有没有情况很好，这个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不重要。至少我撑到现在，最后2小时吧，2个多小时就可以吃白饭了。体脂肪应该8吧，不是应该不到9。然后现在变半边，对，血管都不见，没有，因为营养不够。现在呢要吃。白饭，现在白饭在里面，等一下就开动了，开心！7天没有吃淡水，来，我们店里卖不完的白饭，冷冻的快20天不怎么样的白饭，来，
棒嘛，就卖出，哎，我脸都掉下来了，好好吃哦。哎，现在呢，帮我掰的就是大哥，他等一下他也很饿，我赶快吃一吃，让他吃一下。他也是参加比赛，所以等一下。我これやべえろこれ。哇，这个真屌哎！Thank you。干，我不会高潮啊。食べるよ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ああ、いい音。行こう行こう！真的太好吃了。我现在，今天我吃掉大概四百公克的淡水，然后。这边已经有快200吧，但是我慢慢来，然后今天两个小时吃100之类的，慢慢吃，然后明天冲，700到800公克的淡水，所以呢，希望现在我边掉的身材，明天就是暴雪咯。好，那应该接下来的影片就是比赛的前天跟比赛的那一天，那希望，可以拿得到好的成绩，然后。也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，然后健身房遇到的教练啊，或者是来运动的朋友们，谢谢跟我合照。然后我感觉到你们现在是把我不是艺人，是一个选手，我会继续加油。然后大家台上见。